Hello，我是 Alinka，今天还在你们做运动后的伸展，我们要来到骑马式，运动后一定要做这个伸展哦，脚屈膝的往前踩，后脚尖，脚大腿往下放，膝盖着地，脚背贴地，屁股往前往下压到最低，注意前脚的小腿一定要垂直地板，接下来双手往上抬，尾椎骨想朝向地板的力量不能掉。脊椎往上拉高，吐气连带肚子的肉一起往后仰，在这里停留8个呼吸，然后把你的右大腿一定要放松放松，最后吸气回来，吐气手放下来，记得换边做。这个伸展呢，能够延展你的大腿肌肉群，不会因为过度运动变成块状肌，还有对我们身体的髂腰肌有相当适度的延展。我是奥琳卡。咱们下周见。